啥的。咱俩装病啊，你还装病哟。现在是上午10:30，我刚起床，爸妈已经做好饭叫我吃饭了。我每天不都那哪里也是俺干活的，俺在干活。你说现在都10:30了，我刚起来，然后你把饭都给我做好了，然后叫我吃饭，你不觉得我特别懒吗？你看我儿媳妇多懒，10:30才起来，还得叫人叫我才吃饭。怕孩子了，拉上嘛，不怕孩子了吗？孩子都被什么都累。你们咋那么好？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，这是爸爸给我炒的羊肉。羊肉炒辣椒。这个是茼蒿。茼蒿。然后这是每餐必不可少的蒜苔。蒜苔。对。然后这个是榨菜啊。这个是牛肉，牛肉炒豆角。姥姥每天早上都要卷个煎饼。你老了，你都别走了，瞅我那个肉。哎，多可爱，多好！我70多岁了，谁都没有你这么好的身体呢。就你这么好的身体，嗯。昨天五楼爬上去爬下来，跟我们一样都没有休息呢。我咱俩还装病啊，你还装病了哟？怎么会呢？偶尔身体有点小毛病，嗯。你把我总结的比你你看这个小孩干啥呢？小宝宝，哎呦，手机迷啊，这么小，手机迷啊！再洗一个，哎呦！